自己飞进来，哇，用左手直接拖进去。哇，这确实这个难度真的来得非常高。自己出手没进，只有自己 follow， 然后利用左手单手在拔球，在阿里乌的。哇！这一次利用自己在转换快攻的时候一次的切入，双手抱过篮筐。这一次的灌篮充分展现他个人的弹跳上面的移动。哇！老大，是没影响的。哦，一个漂亮的欧洲步！哇，柯敏豪，这个球精彩。利用这一次的快攻，把两队的分差带到了20分。转得蛮漂亮的，是过去了。苏玉杰也来一个转身，再给到篮底下，又是一个漂亮的出。看到这个球啊，也耍了一下他的运球技巧，另外还有他出色的传球跟视野。这波2分40秒钟，11比5的攻势，好吗？然后这个球又被拨掉，前面周伯成有休赛的机会，双手扣篮。扣进之后，现在玉龙拉开领先到12分。玉龙队在这一段时间。